看起来很奇怪。然后原本当初要染的时候，我想选个什么宝石染啊，是染白发啊，可是他说免头发要漂过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是没有漂，我是直接染的。反正就是如果颜色越屌越贵嘛。还没有染过头发哦，我这是第一次染头发。你喜欢染过？好吧，那个染就白色。对啊、哦，这是上帝挑染。那个打游戏是我和豆豆无意间发现，就很丢的店，很丢啊！现在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很丢。我是觉得我一直走在路中间呢，这边路是多小、啊、OCG 大家知道 OCG 是什么吗？就是首先你要先打出英文字母 OCG， 然后把它横过来看，那个叫做精神性自我安慰，这个叫做人生启发之成长的转折。看一下脏脏的，蒜泥，好。